在哥哥被爸爸压在下面，他也会帮忙。哦，今天玩得很开心呢。前面之前在那个还好多张牙齿的照片。在哪里？哦，那是宫美兰。好远哦。对啊，这边。他躲在那个洞里面，哎，他好来好多次了。过你家，宝贝，你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哦，真的是小的哎，两个小的，两个小男生，期末考了，哥哥跟弟弟。哈，你怎么知道是男生？知道啊。哦。出生就说拍到现在了。大猩猩，他那两只小的在打架，跟人一样，男生比较激烈，对。那个是爸爸，这个是妈妈。对对，妈妈，爸爸那边啊，妈妈前面这有。哦，那这里有一个小 baby 啦。对，是猴子，哦，掉下去了，哈哈，掉下去了。倒是不会，因为他后来马上就对掉下去了。这个作业去的话，我们是进上讨论的。然后我已经告诉他，放心玩下。我很失礼，没有。你是哪一组？我是我作业去。就这样子，来来回回，花很多时间。他一直在打架，哦。这一直在打架，你跟星星在打架。这是星星，他不懂星星。看尾巴，猴子有尾巴，星星类没有。对。耶，果然快走不过去要砍价砍价。哦，对对对，他叫星星哎。后面有个星星。妈妈不会处理，都是爸爸在处理。哦，真的？对对。爸爸也没有要出来。对, 对他不基本上他不会了。他知道他们在玩，所以。没有，他在放个姿势。然后妈妈都在看什么？现在有食物了吗？爸爸在这里呢，头最痛。没有，爸爸在山洞里，就是很开心。开心啊，他很开心的。很多人看你开心啊。看到这个表情，他要滑草。